听得懂那个粤语，所以我一直都是用普通话跟大家直播的。对，我是广东人，我是广州的，对吧？你看还是有朋友会听不懂，咱们可以简单说一说，但不能全程说，得顾及大部分人的感受。呀，谢谢七七送的这个红包，大家看左上角有个红包。想听我说，可以，我给大家简单说几句粤语吧，好吧？你要说用粤语来直播，那就不太好，因为有很多朋友听不懂。像我想一想，你们想说什么哪一方面的呢？哎，我们说几个词汇吧，好不好？你们譬如有什么词汇，哎，你们不知道这个粤语念起来是什么样的，你们可以打在那个屏幕上。哎，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词儿用粤语是怎么念的。这样总可以吧，对吧？旅游能用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来广州或者广东地区，你来旅游，我教你一句最管用的粤语，就是我唔识讲粤语，就是我不会说粤语啊。你说这个，其实你别的话你也不用说了，你就让别人跟你说普通话就行了。你就说那个我唔识讲粤语，喜欢你怎么说？中意你，喜欢你吗？就你要说完全按喜欢你这三个字的读音，就是喜欢你。你知道有那个 Beyond 有首歌是那个喜欢你那双眼动人，那可爱面容像昨天你共我。情深不复有没有第二部啊？没有诶，我们当时只拍了一部。天啊，怎么今天我直播间有250多个人啊？之前不是怎么突然间多了100个人？又回光返照了是吧？我这直播间，我天天跟大家就是在那儿瞎扯，怎么今天来那么多人？啊，你说的这个绕口令是每一个广州人都绕不开的一个绕口令。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旗。谢谢佩伦哥送的花开烂漫。这个绕口令用粤语怎么念呢？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旗。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旗。还有一个粤语的绕口令是入实验室按紧急按钮啊，这个翻译过来是这样的。然后这个用粤语怎么念呢？入实验室按紧急键，是吧？就是普通话的意思就是进实验室按紧急按钮，用粤语念就是入实验室按紧急键。梦圆，我们今天是要连麦啊，但是我这没收到呀，咱也不知道梦圆那边啥情况，咱们就先聊自己的，等那个梦圆那边找我，我那个没事儿，我这边还没收到，等梦圆，他不会是吧？哦，那我们去找梦圆。妈呀，你看人家那个梦圆姐这个人气有点太夸张了，你看梦圆说要连我，我马上我直播间要400人了，400人来薅我，咱这个没见过那么大的排场，这不是我的人气人，咱是托那个梦圆的福，好吧？行，我找一下梦圆，好吧？找一下梦圆，我收到了，妈呀，梦圆那有1100多个人，吓死人了，真的是。行，找了，我点了。哎呀，姐！哎呦，何老师，在你没有来之前，我想了半天，我不知道怎么连麦。行，没关系，我已经感受到了，因为我的直播间平时有150个人，然后你说了这句话之后，我直播间突然变成了400个人，然后过来薅我，让我来跟你连麦。我真的，我刚刚不知道连到哪儿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连到了一个小屋子。没事啊，因为我刚开始弄这个的时候，我也发现，对，
等一会儿，为什么你是三十一，我是十一？等一会儿，什么叫三十一，什么十一？不是你是给我连 PK 了吗？什么鬼？不是这么连吗？应该就是这么连吧？不是，那泽文进来怎么办？我们三个人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他把我问到了。可是这是我最新学会的这个操作，这个是、这个办法。不想 P 啊，咱们能不能不 P 啊？没事，你 PK 那不铁是我输嘛，有什么区别呢？他们说四个人也可以。我又不跟你玩游戏，真的是。没事，你让你的狗表演个后空翻就可以了。哎，你别说，我家狗还真有这功能。你家狗真会后空翻是吧？看我看你的狗好像现在好像不是很情愿的样子。我家狗来表演，我现在没输，不能表演后空翻，不行、啊、对吧小乖、他好像很不是很乐意当你的助播。那不乐意也得乐意啊。那你说了算吧，毕竟你供他吃供他喝。哦，他们说把这个互通打开。哦，我邀请你一下，你这样子就能看到两边的这个评论了。真的吗？嗯。那两边评这么高科技吗？果然还得是你啊，何老师，对吧？没有，我也是一个初学者，我刚刚学习的。你现在还在哪儿？你还在深圳的吗？哟，马上500人了，哟，不错，何老师。你咋知道我这儿500人啊？那个，你不是互通开了吗？你什么脑子？等一会儿。哎，那我你是在哪儿看见的呀？我咋看不见？没有啊，下面那个什么有评论说马上500了。哦，你看的评论是吧？我说我怎么看不见呢？哎，看到了。哦，我现在今天应该是不是反的？我上次连就是正反调我都不会。我是反着镜像然后播了一下。没事儿，我一开始我也是啥也不会，我都是他们那个手把手教我的，一个一个我去摸索。我就开。没事儿，我们自己聊自己的。不是泽文怎么进去啊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问到我的知识盲区了。你为什么怼这么近？你今天头发怎么了？你的头发怎么28开了？而且你怎么没颅顶了？无所谓。我直播就是这样的，我就在家爱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是平常就是这样。不是啊，那天我去你那的时候你的头型还是挺好看的。因为那天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我那个身份证要过期了。哦，去拍了一下身份证。对，我那天正好拍了身份证照片，然后我回来我就那个直播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看我这个人，我除了拍戏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弄过什么造型？挺好。哎，我怎么把泽文拉进来啊？泽文说晚上要跟我连，昨天晚上说、哎、怎么把别的老师拉进来？快去帮帮我吧，在泽文的直播间让他们过来，让他连我们。不懂。让他连我。我研究一下，寻找更多主播。你把这 PK 去掉，他进来的话，我们三个人咋 P？ 肯定说不行。完了，他不会是吧？那我也不会。怎么弄呢，家人们？三个人怎么弄啊？多人连麦在哪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等我先把这个关掉。哎呀，我这个头好大呀、啊！这么高难度的动作。哎，等我。邀请真的，你那个把那个 PK 是不是得去掉？我不知道，你等我一下啊！我那个我研究一下，我现场研究一下，我也就比你会。我也没有，我也不会，怎么办？我也就比你多会那么一点点，哎，兄弟们，连线，他这也不是连线啊。我找找。行，你等我找找啊。我这个还有10秒，等这个结束是不是？连线怎么还有张学良是什么？是下边这个 PK 还是连线？啊、我知道了，我找到了。啊。哎，这个时候暂时无法邀请，对方正在直播，暂时无法邀请，啥意思？我没懂。完，你等会儿啊。我俩先研究一下。你不是这样子的，你不能 PK， 你赶紧那个啥。行，我研究一下。我这个，哎，是吧，我现在出来了，然后我再去搜索一下梦圆。
我去搜索一下梦圆，好吧？哎，我邀请连线是这意思吧？哎，对方正在直播，暂时无法邀请，不行啊，他这个是连线，连线是在我的直播间，对吧？我那个哦，连线是吧？哦，我看见，好了，我找到了。他不会没有看手机是吧？我邀请他了呀，他怎么不点呢？我已经邀请他了。他在干嘛？咱也不知道梦圆在干嘛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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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哎呀，不要刷去父留子，发刷去父留子的都插出去哦。申请加入哦，懂了，我点一下就好了呗。哎，是这样吗？啊，不是这样吧？我怎么记得人家是那个样子的？你把那个何老师，你教一下他那个大家都能看到的那个评论是哪个的？就是我有点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，好像那个我记得。你刚刚不是都夸了吗？怎么刚才是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半的时候，你们知道这个怎么连吗？那个邀请的人他上边有一个那个什么小按钮，然后按一下 就人家是一个宫格的形状。对呀、啊，人家是这种横格形状，为什么我们家是这样子的？你那儿是什么样的？这个不是，这是我在 PK 里面的那个连线。不对呀、啊，绝对不是这样的。为什么你那个这么大，我这么小？对，人家为什么那么大呀、啊？对啊，你是大的，然后我们俩是小的。嗯，我看一下，我不知道，没有研究过，怎么把对房间放大是吧？不行，聊天室，我试试聊天室哦，拜拜。好，我的，嗯，耶，他怎么消失了？耶，怎么就是我们了？诶，完了，咱这个今天这个连线得研究，先研究吧。谁教教我？开聊天室都不会。可是咱们俩这个关不掉了，怎么关掉啊？我哦，可以。那嗯，搞不懂。我点了那个什么放大，但是得那个得泽文那边他去确认。那我也看不到那边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个情况。你们不要对我们仨要求太高，我们平时就搞不懂这些就是软件这些设置，我已经算是那个矮子里面拔高个了，你懂吧？就已经是矮子里面拔高个了。我们那个主业是拍摄，不太能研究的明白这个软件怎么设置。整个助理上哪儿整啊？我现在在广州过年呢，我上哪儿给你整个助理？又不是在横店。我也不知道他们那边啥情况，要不等他们先捣鼓一下，等他们先捣鼓明白。我觉得呢，他们捣鼓明白了，我们这边就能收到邀请了。哎，这个应该没啥太大问题吧。我们演那个裴总每天什么总想富平子贵，那个泽文是那个女二啊，然后最近那个他不是还拍了一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80后什么后妈的那个戏吗？梦圆又卡死了，我不知道，我这边看不着啊。80后当后妈，哎，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戏设定还挺有意思的，80年代挺好挺好。我感觉短剧啊确实是应该多一点各种风格的那个题材跟戏，对吧？老是太那个单一化，或者是说太就是没有什么差异性的话，其实没有什么可看的，因为来来去去剧情都差不多就是那样的，对吧？还是总得有一些新的创新。想看我拍，
哎，你们会觉得我适合那个演那种，就是说80年代的那种感觉吗？就那种调性的戏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每一个项目、每一个题材的戏，挑选演员肯定都是得跟角色有匹配度的，你懂吧？有时候不是说每一个演员他们的专业能力、戏好与不好，也不光是从这个方面去决定，你得看跟角色的贴合度，对吧？但我确实，我说实话，哎，你也不能说我没尝试过那种造型，因为我之前拍过一个，那个戏，然后演的是一个，也是那个年代的，然后那种我演的是一个县文化馆，然后被派下来到下乡去修县志的那么县文化馆的记者，哎，对，就类似知青的那种角色，就是那种记者背个那个皮的那种小挎包，然后到那个村里，然后那个采访啊，就是那个修县志的那种采访，就是演的那种类型的角色。他不是民国，那个不是民国，就是那个80年代差不多那个时候的。我适合港风的是吧？因为我本来就是广东人。哎，那个有没有人帮我去刺探一下呀？这个，那个梦圆他们捣鼓明白了没有？我估计他俩女孩估计都已经聊欢了，估计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新来的朋友们，没事可以在左上角点小盒点点关注，然后也可以帮我点一点这个黄色的小星星，点点这个灯牌，谢谢。他们找我呢，我研究一下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进去。我怎么进去呢？发起连线，没有啊，我这都看不见他俩，我这都看不见他们是不是在是叫 PK 是吧？是 PK 是吧？我这没有这个选项，他们俩估计在 PK 吧。聊天室模式在哪儿啊？我这下边啊，聊天室连线玩法，聊天室。不，然后，那我这是我自己这儿开聊天室呀、啊。那个，完了，家人们搞不懂啊，家人们。哎，我怎么退出这个东西啊？邀请他们是吧？可是邀请他们都不那么小一个吗？他们俩不是已经在那个什么了吗？他俩不是已经在那个连线了吗？不是，问题是我现在我想把我这个关了，我咋关呢？哦，先把这个关了。我直接我去跑去那个，我跑去那个他们那儿，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是吧？他俩又没连麦了呀。行，可是，行，我懂了，我邀请一下，我邀请一下，能行吗？行，别急，我现在打开聊天室模式是吧？连线。我点一下啊，然后我再去邀请梦圆，是这意思吧？等我找一找梦圆在哪儿啊？哎，邀请。可是我这儿你看，我邀请了，我点了梦圆，他这显示说对方正在直播，无法邀请，这是邀请不了。就是我开了这个聊天室的这个东西，我搞明白了，开了这个模式，我只能去邀请那个没有在直播的用户，就譬如你们是观众，你们现在可以直接申请连线，但是他在直播的话，我是没有办法把他邀请过来的，所以看来并不是这个东西，好吧？可以 PK， 对，我们刚才我跟梦圆 PK 了，但是那是仅限于两个人，三个人就不知道怎么弄了。也不是三个人凑不出一个脑子，是我们仨那个就是主业不是干这个的，搞不懂，就 PK 就行是吧？
搜搜教程，我现在在给你们直播呢，我咋搜教程啊？我搜教程，我就不人就没了。PK 不能超过俩人，仨人也能 PK。啊，行，那这个，我再去多人乱斗，它是匹配，我这显示我这个 PK 有多人乱斗。那都不是认识的人呀、啊。我研究不明白。见过四个人一起 PK， 我就发现我再尝试一下啊，你们别急。我操作，哎，这不就连线了吗？对，怎么你还是这么小呢？我小啥？我小吗？对，你这个镜头非常小，小的不能再小。你是说我在这个右下角吗？那你在右下角巨小无比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这儿看啊，我俩是一人一半的，我不知道他们。那我怎么弄一人一半啊？我不知道，你们那儿看是那个一人一半吗？大家看的是一人一半吗？我这儿看他们说的都是一样的。啊、可以了，我可以了。哦，你是怎么研究明白的？你先告诉我。因为我刚刚就随便点的，我聪明。不是你点的是哪儿？你先告诉我。我就点了一下你啊。哦。然后上面有一个退出本房间变大，然后就剩两个了、嗯。然后我再想想，咱现在已经成功了一半了，再把他拉进来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他应该可以挤在上面或者下面。就按你刚刚拉我的那个方式，你拉他。你那儿有这个邀请的这个？你告诉我摁哪里，我去邀。这个我这是左下角有一个 PK， 你有看到吗？你又 PK 呢？不是，我连你的这个就是通过 PK 连。啊 PK， 然后呢？摁哪个？然后他这个合作嘛，寻找更多主播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寻找更多主播是吧？啊，你那儿有他的名字吗？有。我邀请他了啊，对你邀请他们，然后先看看他能不能进来吧。啊，不还是这样吗？哎，这不就好了？对不对？咱们就说，是吧？这不就好了吗？是吧？这刚刚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你不一样啊！你这样，你点一下那个框框，有一个退出本房间放大，就成三个了，小的。我这儿有对本房放大。就是这样吧，厉害，好了吧？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厉害，成功了是吧？快半小时，好了啊！哎，那就行。咱们研究了快半小时，行，就三个人凑不出一个脑子。我也看到他们这样说，哎呀，我其实还是很聪明的，我也挺聪明的，我只不过就在这方面不太聪明。是的，主要太依赖宝贝们了，嗯。对，研究也可以。大家比较聪明。好。你的狗呢？哪个？你的狗？你的狗那儿呢？哦，我们以为是玩具。那是你的狗啊？那是个玩具，它在偷偷撇我，对吧，小乖乖？哦，乖乖，是不是小乖乖？哎呀，好可爱哟！它会自己脱衣服吗？它会自己脱衣服吗？他会脱空空、啊、是的是的，因为我那个猫我给他穿衣服他不爱穿，他会自己把衣服脱掉。姨们造型有点丑，姨们说很喜欢你哦，你看姨们说很喜欢你哦，让小乖少吃点咸的，小乖不能吃肉了现在。你这是已经给他精修过了是吧？已经不是了，已经翻新过了。他这个怎么办呢？就是这个泪痕你们有什么办法？修掉，先修掉呀！修了，我拿个剪刀自己修的，早修成这样了还这样。我听我一个朋友说，好像那个泪痕要拿什么东西给它擦，是吧？对，是什么双氧水吗？还是啥？啊、对，好像是什么东西给它擦才能擦掉。他买了好多东西，但是他一吃饭的时候他就忍不住，一忍不住就要，忍不住。没事，你给他戴个墨镜就行了，看不见你是吧？戴个墨镜。啊。你给他戴个墨镜就行了。戴个墨镜，哎，戴个墨镜，我看看。
录你高考上岸。我 CP 播不了。是怎么看？就是看我们全部的，你可以看到我这儿评论给你们看到，然后我看到他的，我们一起看到说那个。我他可以，可以吗？嗯。你别问我，交给你了，黄老师，我不知道。加油！黄老师光摁呢。这是这样啊，那个。我跟我跟梦圆单独连线的时候，就两个人的情况下，我这儿有一个按钮，他点了就可以评论互通，还得是大家。但是我没遇见过三个人的情况，我摸索一下好不好？但我发现我们不太能摸索的出来。我今天看到一条评论，他说：“那李雨薇，你别在那嘚瑟了，还别再说你姐了。”什么？那这不你也去当后妈了，而且还是80年代。行行行，那个评论，然后我就看了给你。好像白白七月写作业吧，好像不太行。让我们拍个合照。要拍吗？怎么了？你们在干嘛？拍合照呢。哦哦，拍合照呢。我没听见，我在给你研究那个东西呢。我看了一下，反正我是没发现那个什么互通的这个东西，三个人好像不行。真那就不用互通了。互通不了，三个人互通不了。啊，是吧？可能吧。我们家这个小乖已经，你猜多少斤了？多少斤？你猜猜嘛。12。你觉得他有12斤吗？啊，我家狗就12斤都多，它快20。我家嘟嘟，不是你家的狗有多大呀？我家狗是比较大型的。我知道了，就是你那天找了半天你家的狗，要跟我家狗然后比美，然后对，结果放弃了，你翻遍整个相册。你这个狗，然后翻了半天，好吧，我放弃，没有一张比你家小乖好看的。我的猫都12斤了耶。对啊，我的猫咪也很大。那你狗多重嘛？我的狗现在我感觉有8斤，它好重啊！它其实它已经很重了。你的狗应该不止8斤吧？真的假的？我没有跟它量过头。你们给它称称一下吧。啊？称一下？称一下。你知道我以前怎么称的吗？你把它装进塑料袋里，然后拿那个。我为什么感觉这么远呢？那个。能，你不是手机离自己太远了？怎么放大？能放大吗？放大不了，你挨近点儿，挨近点儿。我在摸沙士。哎，沙士。我现在说话还有回音吗，阿林？嗯，有吗？是你吗？还是我？我，说我说话有回音。我现在脸好烫啊，巨热无比。真的这么热的吗？哎，不行了，我感觉我说下次的话，我要当徐总，我要当霸总，我也是这么说，是吧？对啊，以后我们俩就当两个霸总。你要不去跟他们说，你说你要再演一个那个母凭子贵呗。母凭子贵，小乖，就那个小乖，小乖乖乖的乖，就是他本来其实挺乖的，然后你看，就是你怎么去，就是这样子，他都没有。打架那超级搞笑，是的，被我姐姐打得好猛啊，姐姐好狠的碎。我当什么？我上回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我给许梦妍演儿子。许梦妍，许梦妍是谁？你这广东人。梦妍。你这广东音，说话你也没口音。我去给你演儿子，好吧？你去找个本子。我每天哎呦，哪有这么大的福气，有你这么大的儿子。挺好的嘛。我应该不太行。你说我是克隆出来的？啊？我今年去长沙。欢迎大家。为啥？哦，哎呦。沙士是汽水。小妈文学，还有，你呢？你们明天要做什么？我吗？我明天在家。
明天在家去看电影吧。我今天看了吗？我看了，好看，我要看二十条，快去看二十条。我明天就准备看。我今天下午刚看完那个。谢谢。好看吗？好看，二十条好看。还有你点错了，还行，热辣烫也好看。但我可能我更喜欢看那个《飞驰人生二》，我还没看呢，好看吗？好看呀，但是我不知道女孩会不会喜欢，因为她讲的是那种赛车啊什么之类的嘛。好好好，也是喜欢的，就去看。好，也是喜欢的。我两个都看了，但我觉得可能我会更喜欢《飞驰人生》多一点。好啊，什么？粉丝说让我看《熊出没》，我说好，嗯，《熊出没》可以。你还？哎，我说实话，我每次就是特别羡慕你穿的那个衣服，林雨薇的衣服。小香风，你不是说最讨厌小香风？确实是最讨厌小香风，但是你一穿上去我就喜欢了。你后来买了吗？那件黑色的那个小香风？没有，在我的购物车里面。谢谢。貌似在我的购物车里面。我有关系。哎呀，你们俩动物都不在、啊。本来说我想跟大家一起，小孩们可以。我在啊，我那个。我们家这个有点潦草。我猫在外边。我的猫也在外边。我让我弟弟把我的汉堡送上来吧。真的吗？快，让他送上来。你看，他弟弟笑了，小乖开始笑了，笑了，是吧？弟弟可能在玩游戏呢。对呀，大家就看看照片，思念一下汉堡吧。真的吗？别吧，姑姑还没洗澡呢，本来就比不过小乖可爱，翠花还没洗澡。我家也没洗澡，你看小花脸，看。这个我这个花花已经17岁了，刚过生日。呀，谢谢小姐。你在哪儿？王贝猫咪，让我们看看在哪边，看不到。在哪里？啊，你要我给你看看啊。已经17岁了，刚睡醒。Hello。我几岁？我几岁？他来我家？我八岁。跟人家打个招呼的。八九岁。嗨，汉堡给大家打招呼。算吗 ？Hello， 我是小乖。大家好，我是汉堡。嗨，姐姐，姨。姨。我还有一只猫没带回来广州，坐不了车，就留在横店了。是吧？嗯，那个学者留在横店的。不是爱讲美女，演的是我的姐姐，是我就是爱而不得的姐姐。哦，是你啊，妹妹，一直很想得到你。真的吗？只不过有了你头上的那个人，没有办法。17岁，只能哎，刚过生日，那你没办法。笑死我了，何老师，下次能不能女扮男？不对，不是女扮男装，可以男扮女装。男扮女装可以啊，得加钱。可以，得加钱。我可以为了艺术而献身。我只是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，如果不对呀、啊，我可以为了艺术而献身。不男扮女装的话有点亏损。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底线。有点亏损，知道吧？不是在放大，脸好红啊！我是在放大你的。我啥都能演，那个男扮女装都行，我演你儿子也行，我演啥都行，只要那个价钱合适就行。咱这个对吧？谈什么价钱，对吧？嗯，对吧？你看妹，行，可以，我可以那个给你友情出演一下。男扮女装是吧？你譬如要扮什么装？女仆装，女仆。图啥？大家期不期待看到裴大强女仆装？可以啊，你找一个本子来，我给你演。没事儿，我觉得我一定会说服导演，中间给你加上去的，怎么样都能合理，一定能合理，相信我。没多大必要吧，姐。我觉得可以的，相信我，就给你那么0.1场戏，然后让你露一下。我还得就是定妆的时候，我得多试一套衣服是吧？天哪！为什么你们头上那么多的粉丝灯牌？能看到？能啊！哈？我看不到你们的哎。
我可以看到啊，他也有啊。我没太注意看呢。有，可以有的。你看不到吗？有吗？看不到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对，他那儿有。有吧？看到不？这是什么？但是我看不到你们的页面。但没有关系哦，我也看到了哦，看到了。哎，为什么何老师那上面有个红包啊？3281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哎，我也你也有啊？对啊，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？何老师的红包那是红包吗？是吧？最多哎，那是红包吗？还是什么东西？礼物哎？礼物啊，何老师，好了，我不歪嘴啊，这是礼物呀？不知道，我一直搞不懂这数字是啥啊？不知道是什么。这不是写着送礼及点赞？不用给我送礼物了，宝宝。那我们这次的钱买试卷做吧，大家都不要，对都不要，千万不要点，可以点赞。哇，谢谢。啊，对，可以点赞，不用送礼物了。对，可以给我们点点赞，然后给我们加个小灯牌，然后关注我们这些美女帅哥们，对吧？你看对面的美女姐姐，你好专业呀。嗯，那是。不愧是我的姐姐。嗯，那必须的，怎么都得安排上，对吧？完烂了，我这辈子都得挨着。梦圆，你现在还在深圳吗？啊，我在啊。啊。那我不想看，我走了。你又要去哪儿当空中飞人？我要去火星一趟，有什么事儿对吧？联系我，我要先对吧？有事情需要我。谢谢粉丝灯牌。谢谢。喝啥呢？喝沙士。哎，梦圆，你喝过这个东西吗？哪个？这是个啥？沙士，你喝过吗？没有哎。你没喝过呀？为什么东西啊？你可以去尝试一下。来香港，好的，我今天一定去香港。是广东的一个什么东西？一个饮料。我明天发那个尝。是什么味儿？不会是白酒味儿吧？它这个味道不是很好形容，它可以近似的类比成。有点像风油精的味道。它是什么味道？有点像七喜雪碧吗？还是什么？它本质上对，它本质上就是汽水，但是它的味道。大事就是风油精可乐。有点像风油精的味道。风油精的味道，明白？对啊，我变成电灯泡了，我走了。蛇胆水还是龙胆水忘了，但是那个也是。跟那个应该也不太一样吧？但是你可以有遇到的话可以尝试一下。深圳。想说发在那个一群了。哎呀。Yeah, 我们李泽文只不过现在在跟他的粉丝聊天，不是说明明是你们俩在聊天，我才就是当电灯泡的。谢谢粉丝灯牌。对，注意我老哥喝多了。我打你三十六。哎，你不是说那个苏老师他会在评论区吗？他在干嘛？我不知道，你要不要联系一下他？我播着呢，咋联系？他如果我跟他讲过了，他如果来的话，应该会在下面的某个地方出现。下面的某个地方出现啊，好可怜啊！他是不是困了呀，小乖？你是困了吗？你才十点，别睡觉，嗨起来！你让人家睡。她是女孩吗？对，女孩，我准备给她找个男朋友。啊，月升估计是在默默的窥屏吧，那挺好，因为他播不了啊。对，他不在，他在台湾。谢谢大家。那些我觉得，哎，等一会儿他呼叫把灯泡带家了啥？他们说我是电灯泡。你不是电灯泡，咱俩是什么？藿香正气水。哇，阿玲，你们平时这样的播都说些啥？胡说八道。我上次都不知道说啥了，直接去介绍化妆品了。就是胡说八道。我干舌燥，然后还不能露出牌子，然后还不能露出牌子，还不能说那个名字，然后我就一直一个个介绍。哦，我才是电灯泡是吧？行。没有，怎么敢呢？就是怎么敢？没有，我跟梦圆啊，你家后边那个墙壁那个灰色的条条是什么呀？灰色条条那是设计。不是，你家后边那个墙上是墙纸吗？那
不是惩罚，那就是强。有啊，哎，你家不是搞建筑的吗？啊，对啊，我就想知道你后边那个是啥。这个就是墙啊，快召唤！他没有贴墙纸是吗？大家别让他知道，贴墙纸就是光那个刷了漆。对啊，谢谢黄色灯牌，当然可以见到啦。对啊，这就是一个啊，那个灰色的就是墙把它打凹进去了。哦，有没有想过贴个墙纸什么的？如果何老师能免费从广州来深圳给我贴个墙纸，我也非常欢迎。我可以去请你吃那个路边摊那种，深圳的业务我们是承包的，但是免费这个东西呢，可能就不太好说。以咱俩的关系，一折，何老师应该会在评论区出现。一折已经够了吧？你们快去群里 Q 他。不是我拉个活，你上来就让我免费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？一折不是折吗？一折是不是也算是有 money 对吧？你脑子想一想，今天就进吧。有钱好比没钱好吧？一折我得算一账，我别把本那个贴进去了。行，你俩玩吧，那我走了。你去哪儿？我去独自发热。你怎么就走了呢？他们说我是电灯泡。谁？不会。谁？你俩聊聊吧。没关系。我们已经对吧都这样了，你就互聊，然后没事的时候咱们再说说话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对啊，我吗？我在家里啊。你在哪儿？你在南京吗？南京，我回南京了。哦，地怪怪。南京太远了。南京有没有地暖呀？啊，没有大学的地方。我大学是在南京。南京有没有没有。我姐姐跟。大学就是在南京念的，这种在南京缘分谁懂？对，谢谢鸭子。我了解一下南京有没有地暖吗？啊？你怎么天天弄起装修啊，何老师？没有，我了解一下。何老师都没有暖气。何老师家里因为我感觉，我记得我那会儿我去南京，那是多少年前？好多年前了，我那会儿还去考试呢，考那个南艺。嗯，好，咋样？考我学校，讲讲你的辛酸历史。我没有辛酸历史，我记得我考完你们那个南艺，考完那个三试出来，本来都没多少。南艺不是最早一批考试的吗？对，最早一批啊。然后南艺，反正我记得我那天考还有三试什么的。干得了啊？哦，后面还是有那个面试的。我反正记得那个，我那年他是第一所考的学校，我第一次去考试，我感觉好多人呢、啊。那个初试的时候，考到三试出来，那个学校里面啥人都没有了，就剩那么一点人去考三试了。我记得我刚出那个南艺的那个校门，准备打车回去，然后那个南京就开始下起鹅毛大雪。那个南京的雪巨大，就是夏天会热。很热很热，然后冬天非常冷。我去南京那会儿，我还去参观我们俩看着你的。